肉有了，今天吃个大的蓝色甜甜圈。吃之前先吃个果冻，先从哪吃？尝尝这个吧。就像那个辣一样，很难咽下去。我还是尝一下这个吧，太解压了。就每次往下铲的时候都可解压了，下回这个太难咽了。我喜欢吃这个，记得给我点爱心啊！